想免其所难的，每逢做一段事都要你心情意愿之好的。皇后你真是不肯死啊，我真是估不到了，我们披你屈辱乃是由你断目抽刀。太后，这封信是你爱写，不
有我而死，上天上有高堂，又不是并无兄弟，唔通除咗我之外，冇一个能够触动佢回思慈母？太后，我唔系唔死，不过以阿嫂嘅身份，而写封信俾阿叔仔，唔系几合理嘅啫。婉贞，你讲得唔系几啱，难怪令我满腹牢骚啊！华嫂写封信俾个叔仔，就理不相啊父话。当日你写信约佢去离乡远之时，啊，又何尝记挂？分啊明矛盾，一塌糊啊图画。今晚我叫你写封书函，贪你兴居熟路啊！啊，唔写就罢啦，使咩喊到猪女哭啊？你不打听我言，令我心震怒啊！如果你是不肯写的，我都没有晒权力，我这个皇太后我都不愿做了。啊，子徒，我几辛苦才能够今日登基，正想为以德服天下，你何必陷我于不孝呢？我求下你啊，我拜下你啊，望子同你能够善事其夫啦。仲讲乜嘢拜望观音、望沙羊之路？今日我方知难求媳妇，啊，我都我为官，你唔想我母子团圆？又何必把你的尊荣再一般？阿福妃，再新婚过嘛，我同你讲过啲乜嘢嘅说话？你将阿子健一生嘅幸福一手就断送咗啦你！Thank you.
着你的笨啊，写尽我路啊心，又回来不是写断肠啊先，又不是写怎么